今天介绍什么？这是哆啦 A 梦的古田巧克力蛋，它这是有15种哎，所以我们这次买了10颗，看看可不可以都拿到不一样的呢？好，一人拿5颗。可爱吧，当然好满哦，一人5颗蛋呢。那我们现在来打开来看看吧。好，妈妈准备看。它打开来还蛮完整的耶，你看，巧克力，一听到播放这边，你看里面有牛奶。好，全部都剥开了吗？姐姐的第一颗蛋，哦，这个是那个什么三的，很会念书的那个小男生。这个是8号出木山，它里面整个有这么多种哦，而且还有一个 S 隐形版吗？隐藏版。然后这个是出木山，很会念书的那个小男生。他背着蓝色的书包哦，很可爱吧？噔，妹妹的第一颗蛋，妹妹的第一颗是静香，她在拉小提琴哦，超可爱的。来，她穿着粉红色的上衣，蓝色的短裙，绑着两个小辫子，绑两只，像姐姐一样绑两个，有没有可爱？那妹妹的第二颗蛋，这是小叮铃耶，哆啦 A 梦的妹妹，她超可爱的，她是黄色，然后还有一个红色的大蝴蝶结哦，她飞在上面哦，因为她有一个竹蜻蜓。换姐姐的第三颗蛋，哦，我们抽到重复了呢。姐姐抽到了第二个小三，总共有2个小三哦，双胞胎。好，欢迎妹妹的第三颗蛋。哇哇哇哇哇！这是胖虎的妹妹哦，她很爱画画，所以她手上有一本画本，长这个样子，穿红色的裙子，黄色的上衣哦。好，欢迎姐姐的第四颗蛋。哦，姐姐抽到了大熊，大熊，这个是会带着竹蜻蜓的大熊哦，他穿着黄色的上衣，蓝色的短裤，飞起来了呢。他们最喜欢带着竹蜻蜓飞出去玩，对不对？超赞的哦。来，妹妹的最后一颗，妹妹的第四颗蛋。妹妹抽的第四个是静香哦，所以一样有双胞胎的静香哦。你看都在拉着小提琴呢。好，我们来看姐姐的最后一颗是什么吧。姐姐是爱唱歌的胖虎，胖虎，你看她拿着麦克风就是要唱歌啦。好，妹妹的最后一个是什么？妹妹抽到的是小叮铃，所以我们有双胞胎的小叮铃哦，超可爱的。那我把全部通通放在桌上吧。好，我们有抽到双胞胎的静香、小叮铃，我还有在起飞的大熊和双胞胎的小三，胖虎和胖虎的妹妹，还有哆啦 A 梦的道具耶。所以我们这次有3个重复的，好可惜哦，没有抽到哆啦 A 梦。这个就是古田巧克力的哆啦 A 梦，小爱的人可以去找看哦。最后跟大家说什么？谢谢大家，拜拜。我喜欢这个，我觉得小三超聪明的耶。